梵蒂冈电台讯，教宗方济各三月十七日在圣马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讲道中，提出慈悲必备的两种态度，一种是对罪过的羞愧感，另一种是心胸宽大。教宗首先解释第一种态度：人必须明认自己是罪人，悔改时，天主的审判变成慈悲和宽恕，但人必须为罪过感到羞愧。 教宗接着解释慈悲的第二种态度：心胸宽大。因为心胸狭隘且自私自利的人无法理解慈悲，心胸宽大的人不定罪，却宽恕和遗忘。因为上主也忘了我们的罪过，上主赦免我们的诸多罪过。教宗最后说：慈悲的人心胸宽大，总是原谅他人，想到自己的罪过。 如果我们每个人、所有民族、个人、家庭和地区都拥有这种态度，世界会多么和平，我们的内心会多么平安。